该做正面的，揉开就不要紧，人家干挖挖子挖挖没货。嗯嗯嗯。啊，嗯嗯，你看，另外我想问一下啊，哎，想不想还有多少村民被关起来？哎，还有，有这铁丝就。我跟你讲。哎，这个我跟你讲，可以关。对，那我关不了。啊，我关不了，我就是被等跟那个是个越不越发高。他说，哎，他知道有多少人，反正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人是吧？嗯，今天放了三个人，今天放了吧？啊，放了三个人，今天放三个人，三个是你自卑爱的女人。哦，嗯。还有15个人挂住了，哦，还有15个，还有15个，嗯，保证不止一个，给杂区公开杂区做正路，哦，那你们我可以出来的，我必须等他们，等还给发多个人，你快挂呢，还有再等你挂，有日等可以呢，日等，你们不得来挂，怎么办呢？你还不来搞？公务员呢？我叫你大舅舅，公务员呢？那么也引起了这个，包括中国的年轻人哈，而且在国际社会引起。我们是民主党的成员，对对，民主党。你要记住，共产党因为现在说他就是什么呢？对老百姓哈，他可不管你死活的，你知道。因为他只认钱，其实就人家上过了，人家员工上过了。我知道他的中国，我们这里呢有民主党的，不是民主党的，我这个民主党是独立于共产党的体系之外，是吧？有个调查真相，是吧？调查真相，还原老百姓以公平和正义，是吧？监督政府，除去政府，对吧？除去政府，在法律的框架行使他的权利，是吧？当这个前进党的权利是老百姓把他选出来是合法的一个主任，对吧？但是伤害到全国的利益是有那么前途，这个的这种伤害啊，那么个包括我本人，我非常的那个表示个震惊和同情，人民主党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今天过来了，想了解一下这次死亡的原因，因为本身从网络上看到啊，官方的报道，那我们呢是不相信的啊，所以我们想听你们的。亲身经历哈，你们在亲身的这个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的，就可以哈。看到的。网络上说的都差不多，跟我们说的。就完全可以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害怕的，不要害怕啊。但你们跟我们说的话，我们会提供这个保护你们的安全。这个事呢，在麻药说起来都是一样，差不多一样的，都知道。跟网络上的都差不多，那个记者过来，我们都对他说了，他都一样的，他那个也是事实的。问我的呢，那个谢过呢，谢过个问我的呢，清清楚楚，可能一个是多，就过得清清楚楚。你高中时候，你最好还该找你不能失手切钱，去高中学找你，来。被被抽死被救起，抽被下地，被死手被坑拉坏的，是说你两千多年的日月都讲各位，还个找你切死手。那我问一下，就是我们从那个网上已经看到哈，就是关于就是你们那个达成协议哈，说赔偿这个前村长这个包括这个上访的费用哈，不过安葬费是105万。那么对于我们经过这个证实啊，经过其他人听说啊，网友听说。好像你们说不同意的是吧，就迫于压力的是不是这样的，其实也会的，这北京政府是把污名水量最低的，你这个没有被抹杀的，对不对？你懂不懂？你得过，你得过，你讲好吧，这北京政府你说还给把污名水量最低的，这个协议的经过是怎么回事，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吗？报的是吧？反正都是其他的一些赔偿的，都是普通的车祸的赔偿。一些赔偿。本你们是不想接受的，但是他那个威胁你们。没有说什么威胁，反正各方面的压力很大。压力很大是吧？你
没有说什么。我知道哈，我们不会保护你们说的话，我们知道怎样去说，不管照的像，我们会经过处理，这个像啊，不会照出来，都会保护你们，你放心好了，对吧？Thank you.